挺好的，达到4点左右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再玩一下露娜算了，我感觉露娜还是玩不来，动不动就脱手了。这掉到77了，我操！就火舞了，啥话也不说了。好，小先生，你不说肚子饿，被你讲两天，我现在肚子也饿了，怎么办？没东西吃啊。看，又两个射手。准备零食，你给我准备一下就好了。墨 家炮，墨子，老子，两个子，两个鸡啊，墨子、老夫子、虞姬、甄姬、蔡文姬，这个距离有点远，哪个距离有点远？走起，走起！靠，今天这个联通这个网络还好一点。哇，感谢小青生送的我礼，送一个我还5个。哎呀，这么好！亚瑟，你不去保护？撤退啊，亚瑟，你在干嘛？你个亚瑟跑过来抢我经验！懒得勒你，我去保护鲁班好了。我操，他们家没人打蓝哎，赶快冲进去！躲在草丛里面安全点。老子来啦！可惜来了来晚了，你的狼已经被我拉走了。呀，卡住了，走错路了。还好他不打我，他要打我我就糟糕了。你们再顶我一下！跑，往哪里跑？你在追我？要不然你再追我一下，追死你！等你出来，等你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什么鬼？别追我，老头！你个糟老头！我操！好，那我先跳了。看到了啊！刚才一直弹他呀，弹不动。我经济还没他发育的快啊！现在我才4级，他都5级了。抢了他一个蓝，他很生气。怎么没人管下路的虞姬啊？
快跑快跑快跑，别再射我了。好像打虞姬有点怕，虞姬一个踏会漏气很多血的，哎，没事，他也没多少血。他姥姥的死了还射箭，可以飞个成仙吗？靠，什么鞋子先出来了？不预约一下他还不出？我看这下子跑得好快啊，穿着那双鞋子。亚瑟好危险，三个人追他，我可不敢下去，只是过来打个声招呼而已。毕竟他们三个人，控人的能力很强。再上去。小鲁班好可怜，拆我们的家，我们也要把他家给拆了，来追我，来追我！我操！跑掉了，追不上。再追上一下，再一个斩杀他就死了。这个糟老头，第一次就被他糟蹋了，那我要去找他报仇。老胡子应该跑不掉吧，就差一下，就差一秒，扔过去就是我的了，替我报仇了。亚瑟哪里走？那个糟老头呢？没有亲自杀他一次不爽。耶，你跑啥？哎呀，完蛋完蛋，不应该跑太前面去，被控了，跑前面就糟糕了。我要跟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然后靠扇子消耗他。本来是想打鱼真机的，我刚才被谁撸死了？亚瑟，这该死的亚瑟！团灭，花旗进攻，
不过进攻好像也进不，最多拆一座塔。也是烂蛋，烂蛋的阶段。我操！先宰一个再说，走了。先把射手解决，再解决这后面这两个家伙。找死！大招扔出来了。真机哪里走？左一个，右一个，左一个，右一个，这么多人，子弹弹了，先把他们，走走走走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操！刚出来就吃了一家，操！这么多人，考试前，前面两个好怕，哦，死光了吗？还有谁？啊，没有兵线上了。来个人呗！来人呀！没人，我一个人怎么撸？这个时候不打猪仔，等待何时呢？现在打就更晚了，刚才打的话应该还有机会。哎呀，好危险，好凶残，一群人下来，吓死个人。他们打独占了吗？应该没有那么嚣张吧？他们还真敢打主宰，我们都不敢打的，他敢打。呀，不过他们把我打了一半血也可以啊！快点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完这个让他们白打。这个老胡子，不过要先把我们解决掉是吧？就那么快打主宰，后面两个谁都没有人支援，我操！
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先撤一下，先撤一下。哎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再给啊那个谁虞姬射一下就死了。先退来缓冲一下，然后这把阿轲还是比较溜一些。先宰了他再说，不要客气。糟老头又欺负我们家的人。亚莎挺能砍的哈，再死！哎呀，没撸到。虞姬怎么死的？哎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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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烂蛋过头了。就抄他了，糟蹋阿轲了吧？在这个荒郊野岭，绑着阿轲，就在那里慢慢糟蹋。我操！我这微信区我都输了3场了，赶紧赢一场回来。前期打的还可以嘛，怎么到后期就打不上去呢？我去，这亚瑟出3个魔女都不斗篷啊！这是电视看到的，什么电视看到的？又开始盘我们家谁，忽悠了他们。下次我说怎么打他那么不痛哈、啊？你居然出3个魔女斗篷，你有厉害了。兵线何在？没有兵，没有兵，我们站在这里干嘛？把、啊、黄滚的太进去了，直接推。算是推回来了。你这阿轲不错，给他点个赞。我操，出4件魔女斗篷。这亚瑟也是疯狂哈、啊，魔女斗篷出那么多干毛线？